Hello，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展示一下我们刚做的车库。我们是给车库刷了墙，以及把地面漆了这 concrete paint， 前前后后花了2个礼拜，除去了我们中间等待天晴的时间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就继续看下去吧。这个是那个清洗 concrete 地板面的一个清洗剂，我们应该是把它稀释一倍。哇，这水怎么是绿色的？魔法液体吗？这是水。准备倒第二桶。你可以找一找。OK， 现在全部倒完了，我们让它在这里醒20分钟。好吧，20分钟到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刷它。是第二天用那个地板清洗剂洗完的样子，其实那些特别严重的那些锈斑什么的还是没有洗干净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用酸洗地板了。这个是地板的那个刷漆套装 ，roller， 然后那个 chip， 是那个刷用来清洁地板。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。今天是我们做用来填缝的工具，它是一个弹性的海绵。太大了是吧？你买大了？啊？现在又换了这个小。这是第二天中午的样子，没有完全干，但是我们现在准备先把墙边上的条子都贴一下。OK， 整个车库边边角角会有可能沾到地漆的地方都全部贴上。终于要到最后第二步了，我们要先刷这个底漆。
这样烧完了，就剩下这一块地方没有撒 chips 吗？完结扫花。The next day， 我们现在准备一双 top coat。接下来就是放这个防滑粉。